呢度啦。呢兩句有冇背到？冇背到，咁而家睇啊，睇住彈啦。首歌做得好好，呢度啦，佢飛下飛下先，呢度啦，我哋又睇下佢今次少咗邊一個音攞啊。首先你個人要坐喺個琴凳上面，唔好，你坐喺個琴凳坐高少少啊，我幫你，你坐高啲 ，pat pat 坐高啲，係啦，啱，冇錯，啱，好啦，咁樣舒服啲係咪？隻眼睛做咩嘢？又唔舒服。做咩咁样嘅 ？OK， 好，嗱，帮我睇咯。C 喺呢度啦，咁你帮我弹个 C 啊 ，D 啊，有冇 E 先？今次有啦，有冇 F 啊？今次冇，冇，所以佢系 E。Oh， very good， 啱咗，啱，落翻嚟，跟住冇咗个 F， 但系我要嗰只手指喎，系。第四句再来了，又是有 C 啦，那你弹个 C 给我听，有 D 啦，有 E， 有 F， 跟住有，咦，冇咗个 G 喎，今次你今次只手指咩够唔够长去个 A 呢？够唔够？够喎 ，very good， 跟住我哋冇咗个 G 过翻嚟。就是沒有啊，我這個拿喉筆機刨了，它經常斷了，所以它是最短的，所以黃色就沒有，是的，你可以其他色試用，是的，跟著這兩句幫我自己彈兩次，哦， OK， 好，現在開始。有 A， 佢第一句系冇咗个 F 啫嘛，呢一句冇咗个 F， 呢一句冇咗个 G， 冇错啊。啱，叻，继续啦。冇咗个边句先？呢句冇咗个 F， 呢句冇咗个 G。哦，我哋黐喺度先，好，又可以唱歌喎呢首歌，我先下一次俾你聽先喎 ，OK？
唱啦，我唱一次俾你听好嘛 ？Polly put the kettle on， 跟住咧 ，Polly put the kettle on， 跟住咧 ，Polly put the kettle on， we all have tea。Suki take it off again, Suki take it off again, Suki take it off again, they all go away。 死木喎，好啦，差唔多三個年過。我又想考一下細佬嚟喎 ，OK， 你怕唔怕俾人考先？怕唔怕？好啦，而家呢度有一句 Polly put the kettle on， Polly put the kettle on 有兩句，而家幫我自己揾啲音出嚟，同埋要揾埋拍子，而家開始。兩句多，即刻揾。我會幾時睇咧？嗱，見到個啄木鳥喎，嗬。而家係搭住個七，係咪？係咪？係。過咗個七，我就會嚟問你噶啦。而家開始，快啲。快點啊，細佬，就快過個七字噶啦！你可以彈喺個琴上面噶。得未？好啦，佢過咗個七字咯喎，咁我嚟聽咯喎，可以彈俾我聽啦。點彈啊？彈啦！我聽。第一句係咩音？哦 ，OK， 好啦，我俾個提示你啊，第一個我知道有啲難嘅。這個是 G 音，不過我不是用五手指，我是用四手指，那即是我的手要怎麼彈啊？是啦，這個啊，你剛才就這樣彈個四，不是彈了是什麼啊？ F 音那裡啦，對嗎？看看旁邊，知不知道？知，那跟著你找不找到啊？試一下，你想想剛才我們手指練習怎樣做的？我們彈位，因為我們要彈哪個音？對了， very good， 繼續啊。啱，我再睇下條線，落翻去 ，yes， 再落翻去，轉左手，兩個線 ，yes， 個C長啲嘅，冇錯。下一句，一手指擺喺個 D 音度，喺一手指，擺 D 音，又褪翻過去，冇錯，醒目，跟住褪翻。冇錯，你手指係咩？係，跟住咧，我聽唔到咩音 ，D 咯，不過就係一手指咯，跟住變左手咯。是啦，左手 B B G G B G G， 好啦，細佬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右手即係要點樣啊？你而家知道咗啦，係咪即係要將個右手要褪去一格啊？褪一個音，明唔明？明。我聽到你個唔明嘅，明師傅即係呢度啦，褪一格喺呢度，明唔明？
就俾左手彈咯，俾左手彈咯。OK？OK、okay? okay.。好，再嚟多次近位嘅，跟住我今日想彈曬成首歌喎。跟住我哋下個禮拜可以唱歌。一陣間你彈我唱，我好開心嘅就。阿哥要唔要張凳啊？你要唔要張紙紙住啊？攞我張紙紙住喺地下都得。你自己揾落教咗你喎，已經。呢边我哋移咗位噶啦，已经呢、這个就摆翻原本嗰个位。有咩事？有佢弹咯，佢负责噶嘛。今次好唔好？再嚟多次。跟住我講過唔准過翻嚟噶啦，我右手今日唔係今日係呢首歌 ，OK？ 呢首歌唔准過翻嚟 ，OK？ 你第一陣間阿都真係都要過翻嚟嘅 ，OK？ 好啦，嚟咯，我開始。
啫啫啫啫啫。咩音？咩？好。诶，呢个咩音？你话俾我知。细佬，你话俾我知系咩音？跟住再话俾我听，用咩手指摆上去？冇错。Suki, take it. 你想想好彩而家有顏色筆，阿哥姐呢個俾我。Thank you。好啦，我今日好開心啊！下次我要攞盒顏色筆出嚟先。Honey, put the kettle on。同呢一句。Holy Foods and Cattle Home。 為什麼我不游曬成嚿呢？因為它的 C 只是到這裡而已。 We all have tea 是另一句來的，記不記得？ OK， 跟著 Suki take it off again。 我用到第二隻色了，這個好不好？Suki, take it off again。 對，你有人啦。 Suki, take it。 不一樣，這個不同，這個要改隻色啦。 Off again。 我下次求求筆先，這裡這個得唔得？見唔見到 ？OK， 好，咁我俾啲音你咯喎。呢、這個我再俾多次你啦，佢係二二。OK， 呢個就係二二。Thank you。呢個 F 咯，我唔俾噶啦，俾第一個你噶咋。冇錯，好，好，繼續。彈完音之後呢，第二樣嘢要做乜嘢啦？可以放學啦，係咪？係咪？彈完音可以放學啦，係咪？仲有一樣嘢未做呢首歌，
知唔知？知唔知？Yes， 冇錯啦！呢首歌幾多拍啊 ？Hollywood the Castle 房幾多拍咧？幾多個四分音符喺一個小節入邊咧？我哋一齊數下嚟 ，OK？ 呢度一、二、三、四，需要幾多拍？四，OK， 所以一陣間你要幫我咁彈咯喎。Hollywood the castle on， Hollywood the castle on， 好冇？玩下遊戲啦，等你冇咁攰，我嚟彈啦。你著翻對拖鞋企嗰邊先，係啦，張凳就俾我坐一陣咯喎。OK， 嗱，你做得好，我陣間有嘢獎勵你喎。OK， 因為媽咪話今日你冇特別嘅節目，要冇咩特別嘢要温喎，你哋兩個都係咪？因為考完試喎。係啦，冇錯啦，細佬都考。佢冇考，所以係啦。所以細佬就好。佢下年應該會考啦，下年應該唔開心啦。OK， 好，幫我拍咯喎，呢度預備，一、二、三、四個一大啲 ，one two three four。One, two, three, four， 平均啲。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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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开始继续拍，预备，开始。一、二，大啲。一，细力啲。二、三、四系细啲嘅，得唔得？嚟一次。一、二、三、四，一。一、二、三、四。咁輪到你唱歌咯喎，捽下隻手就唔痛啦。試下咯喎，預備開始。誒，我彈錯音喎。OK， 再嚟個。On the sunny day， 跟住 walking on the cloudy day。Yes， 咩啊？哇，係嗱，呢啲咪靚咯，係咪啊？你可以休息下啦，我做曬佢啦，知唔知啊？係啊，你遊完之後，我同你影張相㗎喎，呢一個。好笑。阿媽，你咪再遊過第二隻。Okay？ 考過咩啊？跟住 sun cloudy day。啊，咪。仲有呢次。哦 ，OK， 好。再嚟多。考過未？考過未？
好，跟住 Skipping on a sunny day 是點解咧？聽住咯，細佬。我就會給分數你喎，如果你的分數呢是成日都 keep 住咁好，我哋三個月就會係同你計一次分嘅。OK， 咁多個學生當中分數最高嗰個可以先揀禮物。OK， 咁好多禮物嘅喎，譬如有文具啦，有嗰啲 Pokemon Go 嗰啲卡啦。嚇嚇，你唔中意㗎？我係中意嘅。你中唔中意㗎？中意嘅。你唔中意？你中意啲乜嘢啊？貼紙，唔好踩，坐翻上嚟先。我會到時再問你嘅，即係話。係 Pokemon 卡。係咪？如果你唔剔冇分數，你就冇得揀禮物嘅喎，知唔知道？所以記得練咗琴之後要攞本手冊出嚟，叫媽咪幫你貼咗佢，知唔知 ？OK， 好。呢兩個係 OK 嘅，今日就係呢一首，好唔好啊，細佬 ？OK。再彈多次 Skipping on a sunny day， 彈兩次先。紙就唔係黐俾你分數嗰度嘅喎 ，OK， 我就叫你要提起精神啊，知唔知道 ？OK， 好啦，咁咧上完堂咯喎，今日學咗幾多樣嘢啊，弟弟？第一個就係嗰兩首歌啱唔啱？啱。誒，即係嗰兩首呢個。跟住就學咗。探韻。上次五線我嘅功課，知唔知道？練完琴之後，使唔使剔手冊？要 ，OK。剔咗之後，三個月之後計咗分高分就有得揀禮物，知唔知道？哦，我冇剔。係啊 ，OK。冇剔。冇㗎，冇剔就唔會計翻㗎啦。OK，OK。好，同個 camera 先拜拜先，拜拜。